Team Table Tennis Championships with 128 votes counted, one vote spoiled, and with 75 votes, the winner is Chengdu, China. PC之前做大量工作，一直在说服会员协会来支持我们，来投我们一票。特别是昨天晚上，我们跟美国PC一起，和休斯顿市一起，成都休斯顿中国PC和美国PC举行了一个纪念中超外交50周年的一个共同的招待酒会。很多国际乒联的官员、会员协会的代表都来参加。我想，这对我们申办也是一个宣传。